喂，哪位？盛飞呀，谢谢你这么晚还打电话给我。没有，睡不着。你今天干了一件大事，我当然相信了，你是专干大事的人啊。所以你也睡不着，想找我聊一聊。什么时候都可以，嗯，什么？随叫随到。你现在是老总，应该是你下命令，我随叫随到呀。你可真坏，到了门口还要拿人家开心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为什么不自己开门？我是来给你换钥匙的，我在外边站了很久，我在犹豫，这钥匙该不该给你？看来到了还给你钥匙的时候了。说还钥匙，应该是我还给你。给我三天时间吧。只要我们还是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的，就永远会吵吵闹闹、分分合合。所以，你现在的决定，或许是对的。我什么决定了？你不是要还钥匙吗？好吧，这三天我先拿着。哪来呀？苏玛，别这样，我是在跟你赌气，你就不能劝劝我吗？啊？我们这种游戏玩的次数太多。我已经厌倦了，江云鹏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我们怎么？别这样，我们以后不赌气了，好吗？苏玛，我爱你。不行，我们还是好好的谈一谈吧。
我给你唱一段京剧吧。次的把这种偷偷摸摸的关系继续下去，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冷静的严严肃肃的谈一谈吧。三年前我走进你办公室时才22岁，那次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用一曲动人心魄的贵妃醉酒打动了我。那个农村女孩为了学会那段京剧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和6个月的工资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心仪的成熟男人酷爱京剧，而那个成熟男人却把最真挚的情感给了那个农村姑娘。3年后，风风光光的白领生涯和偷偷摸摸的爱情，终于将那个纯情的农村姑娘变成了公关小姐，变成了一个被人称作交际花的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3年里我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是永恒。对我来说，这3年像一生的漫长。我感到自己成熟了，成熟的像我。苏曼，你今年才25岁。对，25岁。你们家也有一个24、25的姑娘，所以你应该知道谈婚论嫁对这个年龄的姑娘多重要。所以到了结束我们关系的时候，
是吧？是到了必须换一种方式的时候，那就是你每天正大光明地走进这个家，然后心安理得地一觉睡到天亮。目前我做不到。你以后能做到。我的要求苛刻吗？不是你的问题。苏曼，这件事情还涉及到其他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知道我是真心爱你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也不会再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苏曼，如果你一定要这种形式，我会去做的。但你得给我时间。你还要多少时间？算了，江云普，你别再骗自己了。家的时候了，再晚，你的谎就编不圆了。你走啊。四川腊肉，还有我的份儿吗？